黄色呢一款咧就系干细胞谷胱甘肽嘅美白安瓶，佢对抗氧啦、改善沉淀黑色素啦，同埋可以抑制黑色素母细胞分解，令到佢可自我身体可以排走。对于要美白淡斑，甚至乎要改善黑色素嘅人咧，都系非常适合用嘅。绿色呢一支咧就系干细胞维生素 B 5镇静安瓶，咁佢主要嘅功效咧就系镇静啦、退红啦、退敏啦，而佢里边主要嘅成分咧就含有呢个积雪草啦、鱼腥草、洋甘菊水，镇静肌肤啦，所以非常适合一啲敏感啊、易红啊、痘痘嘅肌肤。咁介绍埋白色呢一支先，呢支系我用得最多嘅，亦都系佢呢一个系列嘅安瓶里边应该最受欢迎。呢一个咧就系干细胞七重玻尿酸嘅锁水安瓶，听到七重都觉得夸张，系真嘅，保湿同埋加强皮肤嘅弹性啦。佢嘅水分咧系比其他个保湿度系强多七倍，咁仲有可可巴油啦，咁再就帮皮肤制咗个保护膜啦，可以阻止水分流失啦。另外佢仲有一个叫盐燥素，都系加强保湿，佢系非常适合一啲干燥啦、泛缺乏弹性嘅皮肤啊。咁你打开咧，攞个瓶出嚟，跟住咧佢里边会有个好似针筒咁样嘅，咁其实呢个我哋叫针筒式安瓶。佢呢个针筒咧上面系有唔同嘅指示嘅，跟住你自己需要嘅抽嘅份量跌落手度啦。嗱，你见到咧绿色咧佢系比较水状嘅，咁黄色都系比较水状嘅。咁啊呢一个你见到七重玻尿酸就比较系结身啲嘅，系啦。咁所以如果你三个人一齐用咧，我就会建议咧舒缓镇静美白先到七重玻尿酸。有一点咧我要提下大家嘅。呢、这、一个咧收藏嗰阵时候记得唔需要掹出嚟嘅，因为呢一个咧就系插翻落去就系锁翻佢嗰个空气，咁令到佢唔会挥发啦，就系咁样保存噶啦。